北市警中正第二分局于月前侦破胡姓女子江苏孙姓范闲等九人，涉嫌于2012年6月到9月，于张姓被害人返家时，遭嫌疑人持着铝棒或者用徒手殴打，或者是用无名液体泼洒被害人，遂向本分局报案，据理侦办。专案小组透过了调阅监视器及经流巡线，追查到胡姓主嫌等11个人到案。经查，本案系因查起到案的共犯成员孙姓范闲供称，系受胡姓女子的委托，全案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、教唆伤害、教唆恐吓为安及妨害秘密等罪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，并于今2日起诉在案。